大家好，这是牛不丹。今儿个俺家弟弟先要口粮备好，黑到通宵去了。哎，老板，弄三碗焖面呗。弄啊。我弟弟。几分钟能好？大概十来分钟。十来分钟。哟，哎，看不见你。来来去，见你吃饭。一个天，三分钟，三分钟你听，你的吧，万不吃了。这是太热了，这都干不大眼睛，你们看都是大眼睛。这就在这睡。我不跟他睡觉了，我就胖了多一点。吃饭吃的太难呀。我这不是吃饭。我说了什么？你那怎么了？咋？怎么了？你那怎么了？没。我们那你咋着了？手机着。啊，手机照。这儿找个点个灯，点个灯，看照中不照得中。孩子，你还戴个帽子，犯不挨揍。啥也啥的，块儿也戴着。这块得交3000吧，2000多的，反正用不了3000。这边也交一下，姐也交一下。嗯，这俩规模其实还是大不了了，别的完了，你还多省点。省点你不交啊？这俩规模交这一天，那不就是你别说那不就是2000了，就算2000。有三回是交的省，热水泵一点，他走的迟。这是俩水泵公路，他走的快。你这给你丢俩竹车管吗？啥子竹车管？竹车管就是芝麻上捡那一份，枪不大，挂田里头的。小管啊？哎，那管好吃，就是管挺小的，没品相。那个小，咋好吃？管它长啥样了？甜。这块给你吃两块。哎呀，这天黑了，山都不干净，还带皮儿的。抓住了吗？我抓着，我先让我看看。这边，这条路，哪都看见了，抓住了，放回去。看那个锤呀！啊？看那锤呀！啊？这就是从路了。都是哪一家？都是哪一家啊？是。